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来看秀的心情吗？今天当然很开心啦，外面很冷很冷，可是我穿的很少很少。然后那今天先介绍一下我的穿着好了，就是当然全部都是 Coach 的，然后所有东西其实都还蛮不一样的，就像Elvis 的一个 T-shirt， 一个 sweatshirt， 然后配上一个有点半透明的裙子，然后再配一个很 chunky 的靴子，然后再配一个皮背心，然后就感觉还蛮突兀的，可是我很喜欢，很有个性。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铆钉的元素，是吗？我喜欢，而且我也喜欢皮去配铆钉，因为我觉得它是很有个性的样子，但是它又会很。就是我们如果搭配的就是feminine 一点的东西，它又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感觉，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冲突感的。那秀上的单品你有没有看到特别喜欢？我喜欢毛帽啊、毛靴啊、毛外套可能是现在很冷，就觉得那个每一个就是它的颜色的那个翻出来的翻领的那个毛的外套我都喜欢。这次来纽约有特别想要去哪边玩吗？这次来几乎就是都是工作，排满的工作，然后所以当然希望可以去走走啊，就是对，可能会去吃一些东西啦，有一点时间就可以吃东西，但是可能去哪里玩可能就没办法。那纽约现在蛮冷的，所以你来纽约的这一趟旅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保暖的一些小配备？没有，没有。但是身边的人通通带满了满满的暖暖包，然后对，就好像这样吧。我其实也还好，我刚刚在外面也穿这个拍照，就是走来走去，好像也还挺得住，还行，目前为止还 OK。